你不要过来烦我，我现在很兴奋。你小子太笑了呀，快点快点，哎，疼，爽，啊，哇，心情好点了呗，稳定多了，这眉毛也该修修了。眉毛不修，感觉现在情绪又不是很稳定了。修吧修吧，你鼻毛也长出来了，拔掉吧。不管怎么样，绝对不行。行吗？我去，这不是我一直想要的暴露墨镜吗？对啊，正好要618在淘宝选的，还是弟弟同款哦。不错不错，还得是我淘销，不但款式全，上新快，活动力度也大。同款点我评论区置顶就有，或者上淘宝搜“必买好物好店”，还能带更多好物。真帅呀！哦，拔不出来呢。好了，刚开始为什么不剪？心情好多了吧？是啊，其实姨妈早就走了。什么？你叔叔们好帅呀、啊！现在，好、抖音。